3.7分，这个吧。啊，好久没打了，目标的，哈哈，对，我都以前还没刚实况的时候，我也有这个情况，就是怪一定要全部清完。像《暗黑破坏神》那时候玩的，地图一定要踏破每个地方，甚至地图上只要有一点迷雾的地方，我就要去踏破，然后怪物绝对不留一次，东西绝对全部捡回去卖掉也好，就要干嘛也好，就一定要去。然后后来《暗黑破坏神二》玩着玩着之后，就慢慢开始就没有这个习惯。我现在写入侵就会有这种情况，能打怪就一定会把它打一打。在骨髓空间寻找 B2 出口，抵达市政厅。哎，对了，我忘记一件事，查攻略。稍等我一下。像的 ABO within。攻略，巴姆特好像有了。现在有人什么收集的？嘿，他只做到第9章哦。要转红魂，转红魂基本上到血攻模式那边刷就好了。报有报案的游戏，好，等我一下。这个。看一下第4章有哪些东西。这第13章不用看。第6章。第7章。真暗杀流，第7章，第4章，骨髓空间。啊！我想到了，我就是一直死在那个开门那边。我现在突然想到了，那时候就是一直卡住，然后我就不太想。第5章，看来就是十字弓了。对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中，对，超级不 OK 的。我要稍微熟悉一下那操作，因为我好像有2个月没有碰这些路线了。就有时候有些怪物突然出现，3，手枪，
OQ，现场吃薯条，跟万种类。是的，稍等一下。我觉得还是用近战会比较好。以前就这边一直过啊，超烦。我得想看一下，啊，不是，按错，不是有一个对操作，我操，G 啊，看到。我到时候再回去熟悉啊，这边应该都走过了，我想是没问题。对，然后每次我都要重新开这个，每次我都要重新打开。原来我已经打开过了，好，对不起，看来我之前在开那个大门之前，我是，哦，就这个，我有回来存档。过不去。话说我还没吃止晕药，我想起来，以前每打一次都超麻烦的，每打一次都超害怕说，就突然跑过来，还行吧，我要稍微适应一下。而且在地上的好像也没办法去攻击。好吃，好吃。手枪。他刚刚那是。好，火影忍者已完成下载。麻烦呢、就是开那个门，那个门要想办法撑。不过有人说，你不打这么多怪没关系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梯子的无敌时间，因为僵尸会慢慢上来，然后就可以下去再慢慢爬上来，然后在那边卡到时间到，那、时间到之后你就可以那个安稳无忧直接通过过去。哦，哎呦，
我枪法还蛮准的吧？可是我现在有斧头啊，准备喽，我再打这次看看。借这个好像，对，它也是火车。更换武器，车电机电。搞定。双枪侠没有双枪了，我也很纳闷，他没双枪。哎，等一下，斧头我要上来的时候啊，很多僵尸的那一瞬间，把他们全部搞定，一口气至少3只还是4只。Surprise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跑去另外一边？烟雾。要准备，要准备，准备。緊急封鎖を実行しています。封鎖を解除するには通信機の周波数を合わせてください。試してみるか。还是我先存档看看啊，不能随时存档很麻烦。它好像没有那个，也没储存点。不过怪物都搞定了，说不定可以去存个档。啊，走吧，我们先回去存个档。回来这些怪物应该是不会复活。不要跟我说我存档完回来全部都复活，那我子弹白花了。我等下存另外一个档。对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英文语音嘛，所以我就来点不一样的，少点你听的比较 OK。存个档。也要顺便做一下弹药，重启存档，存档栏位二，哇，3个月，不是2个月，上次是5月10多号，现在是直接8月底，3个月。原来我隔这么久时间。是这样，小枪弹药，铁管，好像只需要用到它，那我就都自助。但爆炸武器好像也会射到我自己。好，试试看。
此技能也可以暗杀受困于效果范围内，现在已经可以了。高阶武器，level two。首先就45武器剑，好，OK，正式开打。我们要相信说那些怪物是不会重生的，应该不会的。第二个存档了，重生那我会哭死。该虐，现在就看是我们要被虐还是他们要被虐。其实我觉得这边就算待着也不差吧，他一样在宅不中。所以我在那边跑步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原本以为说跑步是跑过去，然后再过来这边，结果发现那边只是堵区。保存中，太好。怪物不要重生，怪物不要重生。过去看一下。哎，BGM 不管听多久，他就觉得不太 OK。Yes。来，来，笑你不敢出来了，也要我开门之后才可以出来。啊，还有这一只。等一下来把它搞定。感觉紧张时刻来咯，里面那只也搞定，好像是。对，然后这十字弓的那个携带量。先把那只搞定。打鸡鸡。啊，对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啊，我把它干掉了，那。他东西不是在那边吗？啊，糟了！他东西在那边，我浪费了68子弹，然后东西还没来。对，这边可以无敌。你怎么上去啊？而且它还是弹药粉，我的天 ！Barbecue 了，完了完了完
解除されました。各エリアシステムを再起動します。スタンバイ。レクリエーションエリアの緊急封鎖が解除されました。システムを再起動しています。来。リサーチウィングの緊急封鎖が解除されました。システムを再起動しています。快快快快！What are you doing? There's one. What?先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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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下去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来，奥大利有来啊！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哦哦哦哦！哎呦！これで終わりだといいんだ。弾を節約しないと。我的天啊，超可怕的。システムの再起動を完了。緊急封鎖が完全に解除されました。啊，现在重点是那个拿不到。啊，他有没有自动存档？刚刚有跑吗？刚刚有跑吗？那个还亮红红眼，该不会还没挂吧？这些都尸体都还在，还好不用像一代一样，一代都要烧尸体，超麻烦。然后这两边应该都可以去。怎么一看那个就像 Big Boss 啊？你看清楚，我也蛮怕怕的。不然这边先不过去，我们先去存档。这是最保全的部分，先去存档。看一下地图，对，地图好像存档地方在这边。超远的，而且回去路上一定要小心，有时候他就是会给你说你原本以为安全，马上让你不安全。哎，右上角跑出了保存中，哦，醉啦，大不了从这边再来。
哦，行，有了有了，我刚捡了弹药，它右上角把显示出保存。15个，稍微等我一下，诶，它有点，我可能要把它移动往下去。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。这边。在楼下。在这边。靠，没有啊。对，手电筒。啊，都忘记，手电筒也要开哦。对，然后这样按 F，先不要紧，先紧别的。Hello，Hello，欢迎来收看呢、啊。妖精剑士就不玩了，主要是他宕掉了，那我就直接解除安装。原本是想说机器人大战，因为上礼拜并没有跑，原本预计上礼拜要拿那个勇者王，神勇者王的，我就想到这礼拜应该也可以继续跑，就来咯。哎，这个门不能开。没问题哈，不会突然跑出怪物，5个火药而已，没那么夸张吧？先待着一下，静观其变，有时候可能几秒钟怪物才出现。好，没问题哈。哎，怎么玩这游戏又怕怕的？以后我可能尽量不要玩太高难度好了，暗杀流不太好。是啊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这代好像总共就5个 BOSS，还是4个 BOSS 要住，其他就还好。要去这边，勇者王应该正中，没错，超棒的，五个声优啊，很喜欢勇者王的声优。这边不能开，哎，不能开吗？对，地图上是空白。如果你在大地图的话，它好像，在这边。这边过去好像。这边好像也可以过去。唉，这款火力充足，我一样会怕怕。刀。主要是在那种孤单感。なんて匂いだ。保存中，我的天呐，保存中。这让我想到以前玩的射击版，好像有类似的场景，然后会跳出猎人，那是青蛙猎人。对对。这是队友，我才不下去呢。
那感觉好像可以下去，但我不太想下去。欸，不行，那太好了，不用像一代一样，一代刀进那狗狗的地方，感觉是超麻烦。拉吗？刚刚有保存中哦，好吧，我们之后就习惯一下，先死一次，死一次之后就可以知道怪物在哪边。乔伊吗？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，那叫火力不足症候群。我先稍微观察一下，那边有感觉有个怪物。对，一具尸体，不确定是不是敌人。不过他这边设定关就是，听起来有点啾啾啾的声音。设定关这边所有怪物都是被送进来的人变的，没办法承受住，然后就化为怪物。好，我把这垃圾看作是人。哎，我去你的！来，来，我在这里啊！他不来。很早，是啊，很长哦。看吧，baby。我需要你上面。去叫你妈帮帮忙，我叫你上面啊。哎，真是！这次要怎么办？散弹枪。这个地方没办法暗杀哎。爆炸武器。插弩箭。试试看，好像可以哦。保存中，太好了，好像可以。虽然没有障碍物，但我趁它慢慢过去的时候，然后慢慢过去好了。那时候还发战争玩蛮久，因为连续玩闪挂，睡着好啊，多休息啊，这代表说上班累了。嘿嘿。来，，come on baby，那造气啊！拜拜，嗨，hello。都忘记有梯子这无敌工具，先上去。
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。那边好像有一个。不是啊，你是为什么啊？你比如说有在 YouTube 讲什么留言啊，你是不是有上传什么影片啊？还是你的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啊？那当然有可能就这样。再另外一点就是你可能被盗账号，那盗账号的时候呢，然后比如其他人做什么。有可能是这样的。先开这个。OK， 我觉得可能会用到这边淘宝。前面感觉就像是要打 BOSS，超级不 OK 的。我先走另外一边好了。先走这边看看。哦，原来这边就只是这样。我原本还以为说这边有其他地方，那应该先来这边。走吧。话说，像我之前实况那个霹雳的游戏啊，就是《圣石传说》。然后我是有被警告过一次，他说不要再犯，再犯的话就不好了。于是我之后实况第二次《圣石传说》，就一口气把它实况完。然后 YouTube 没开，他只开了 Twitch。到现在我还不太不想上传，不敢上传《圣石传说》，怕他又说什么，又违反第二次直接封锁账号。オニールに感謝だな。これがなかったら絶対通れなかった。下午出。まるで迷路だ。引火性？クソ。あ、じゃあ来られないってわけか。看有没有自动存档。
观察一下。他会错。要观察，好麻烦的。我记得我好像有学到一些技能，不是？看一下，有没有那个教学头呢？不是。哎哈喽，最后生还不是不是。讲错，行都行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把它讲成最后生还者？我老是会这样，对不起，后百次。我老是会讲错。有点恐怖的游戏。暗杀了，这主要游戏就在用暗杀，而且因为我现在是玩那个梦魇难度，除了经典模式以外最难的。经典模式差别在于说，它不能存档，好像就限制蛮多的啦。对，就像这样，来来回。而这种也是主角，他肉搏超弱的，所以一定要用暗杀。我走路速度又不快。妖精剑士 F 就算是不玩了，太麻烦。要弄还不如去弄那 IFS。搞定！话说第一人称都不太适应。感觉有东西。看一下地图。轰轰轰的，是不是有 boss？ 啊，第一人称就有点晕了。条路我不知道走哪一条，试看这条。应该不是这里，主要是地图它都沼气，不能开。这游戏玩到哪了？第四章而已。我自己自没事找事做，我玩那个梦魇难度，然后现在是真的有点让我感觉梦魇，但都要靠暗杀，因为原本我听人家说一代难度不错，
然后二代，因为一代那时候我是下载来玩嘛，啊，然后后来觉得还不错，还不也不是说不错啦，然后听说二代简单很多，于是我在 Steam 上看到那个《潜入行二》它大特价，啊，我就败下来，然后很多人说，基本上就是喷子到手，怪物看到你都要跑，怪物看到都要跑掉。然后我就听到这个宣传嘛，然后我就往看，就发现说超难的，被打一两下就挂掉了，到底是有多简单？比一代还难呢。我一代好像虽然是玩简单还普通，但也不至于到这么夸张。他说这代你如果一代有破锅，那你就很适合玩这个梦魇难度。他一开始难度选择上面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一代破过了，啊，我就选梦魇了。然后结果谁知道说这有够难的，也不是难啊，很麻烦啊，都不能说像人家那个沙盒式开放世界的射击游戏，叭叭叭，咚咚咚咚咚，弹药超少，射个打个一两只就快没弹药了，基本上都要靠各种陷阱啊、暗杀、斧头，哦，斧头最强。他感觉到很害怕，你看他完全不敢往前。我觉得在这边除了少部分 NPC 以外，就这些小动物是最正常的。试打中一下就是，哇，都好麻烦哦。为什么我原本以为说可以像玩这种杀怪物，然后爽爽打，看来结果不行啊。人家说什么玩简单太简单，我现在玩他说适合一代破过的人玩的难度，梦魇难度，我被坑了，我被这个游戏坑了。那这个制作厂商 Bethesda 说我适合这难度，一点都不适合。这声音怎么听起来像《恶灵古堡》六代？有没有那个大声公的声音？超像的。该怎么打啊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应该是要暗杀，对不对？哦，麻烦呐、啊，都 被放弃了。听这样，我也完全想放弃了。他只要过来，我就。糟了，我好像被发现了。他就在这边。第二下就可以了。搞定。这游戏就暗杀游戏，好像一代也是啊，也是暗杀。
这种有特别怪物的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主线地方。先去别边看看。刚刚是从这边来的哦。哦嘘，去你的！刚刚有没有存档啊？对哦，第四章我还没看那个钥匙啊，稍等我一下，全 key 入手应该有。这游戏一点也不恐怖，超恐怖的好不好？经典模式，看很多人都用经典模式打赢啊。有没有 key 的那个？看一下。没人有那个 key。攻略。一个计程车，稍等我一下，它应该有雕像收集。第三张。第七章，第十三、第十四，他只到第七章。第四章到达市政区，我现在下水道，还是说下水道这边已经是第五章了？还是第四章啊？他这计程车攻略不太 OK 啊。第十，09和10是第四章主角小屋会多出一个打靶练习场，两个模式，一个最高难度打上2500分，另一个打上70000分，送两把钥匙。我好像有拿到，好像是类似俄罗斯方块是吗？恐怖到我朋友都不敢玩。我玩一代的时候还不会这样哦，一代我挂掉就挂掉，然后我就说啊来单挑来定勾机什么的。可是我玩二，现在玩二代就很多地方，他逼的你就是没办法硬刚，你要躲躲藏藏，跟一代玩那个基曼地游戏的时候感觉就一模一样，超级窝囊的，超恐怖啊！有毒气的地下通道。到达市政厅地图的小房子背后，而且重点是说，它也不是像一代一样疯狂有存档点，一代有很多存档点啊。可是这个我完全有时候会觉得说啊，存档点也太远了。那我完全想说，会不会？这很多都白打了，要再重来一次。哎，hello 啊！那什么？保险丝。我先要从哪边？迷路了，尤其第一人称也不太行。那明明是那边的，
不是你说没怎么样，是要 YouTube 说没怎么样才行啊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没怎么样啊，但是你可能留言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太让人，有些人会减去的，会这样。少了有点晕呐、啊。他没事，为什么改成第一人称？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边？未必啊，有时候可能，基本上我就是很少留言啊，几乎不留言那一种。因为毕竟有争议性的话题，就是尽量去不要接触。这边也不能，哎，我是不是卡了？稍等我一下。要不然就这边。電子ロックだ。クソ。配電をたどっていくか。あ、沿着通道走。看来要触发这个了。来吧，啊，你这边就可以用第二个三人称，怎样？没有自动存档，我怕怕。一定还会有一次坏吗？意外发现这边有东西。快出存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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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助かった。ひどい匂いのマスクだった。先上楼梯，楼梯是无敌的，只要到楼梯，就连 BOSS 都无法奈我何。谢了，谢谢你的物资。调查。起码这次完全变掉。
已经连僚机都不是，他就只是单纯跟你对对话，让你感觉到不孤单。现在玩这游戏都要一直疯狂。疯狂用蹲的。B2，那边是出口 B2，那我上去。下面一定有其他东西。到时候这麦克风都一直往旁边跑，这样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两发散弹枪，也太悲惨！一个箱子竟然是两发散弹枪子弹。好像比那恶灵古堡二还要惨。我看人家恶灵古堡二也是子弹非常的稀有，但不至于到这个情况。这边。同伴还是有点惨，就还蛮喜欢那个腐朽之都，腐朽之都就有同伴，虽然同伴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我觉得他 AI 应该有做改进，因为上 mod 可能 mod 也过期，说不定很久以前的。只有 BOSS 战。这样，对，我感觉玩这游戏都变神经兮兮。
これか。やっとユニオンに戻れる。はい、保存中、赞。保存中、イエー。窄路比较快，啊，看一下现在几点几分，一个小时，晚一点我可能，要不然我先把那个显影路径任务破关好了，然后之后再来看这个火影忍者。这边后面有存档点，那代表没问题。喝咖啡啦。不过我觉得玩高难度的话，这咖啡其实没差，因为你基本上可能出去一趟回来多超过20多分钟，又可以继续喝。啊，先存档。是冷枪。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看一下，我是不是已经有75000分？七零剑300，打榜是，有拿到2180分，3360分，3610，非常困难。1550分更惨。練習したら満点も狙えるな。这游戏破完都忘记阿古斯在讲什么。对呀，好像75000分也。
吧。啊，92,100分碎。哦，搞定，拿到那个最高的奖励。嗯？等一下，40,000分啊！没有拿到啊！我是打错，这样 OK 哦。OK， 110,000分，赞！这个比较好玩，比刚刚那个打靶好玩。除了有射击以外，然后还有就是想说怎么样去凑起来。轻一剑300，接下来这个最高难度。好小
1280太少了吧。文句なしの高得点だ。宝藏位两个头啊，超弱的。再一次，预测你就要一定要拿到。2110，这到底要怎么样拿到3000分？あなたに拍手を送った。哇，最高分我竟然可以达到2500，我怎么打的？我太可怕了！我太可怕了，竟然可以达到2500分，我先升级。弹药量、射速、装填时间。应该不用这个散弹枪，火力可能要提高。240，传奇，100。升级一下。哦，这第二轮我一定只玩普通。不过好像很多人说第一轮玩梦魇最好，因为之后继承的话难度只会往下。所以你如果玩普通，就变成说玩简单。这边都打开的话，我拿这边。狙击枪子弹，还有一发。红色凝胶。戦いは避けられないわ。戦闘能力も強化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。二敌呀！这边成功了。负治疗道具可以不用跟毒上。从平时有没有提高那跑步速度的？
这个好像不错，不悠悠的。不过我要选择这个。ここは病んでいる。危険な感染は皮膚の下から血管だけが衰える四肢をつないでいる。あなたにはこの興味が仕方ありません。こう邪魔ばかりされていては、そろそろ。好，搞定，继续冲。我们先去拿那个钥匙。对哦，我应该先去拿钥匙，然后再回来。因为就在屋子外面。要第五场。我话说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遇到 BOSS， 早忘记存档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、刑事さん。不知道靶场如果道具全拿的话，有没有成就？想要看一下，好，存个档吧。出发闯荡江湖喽！空间，在骨髓空间还有一个地方。これが視聴者か。絶対に奴を止めてリリーを助ける。说到都忘记剧情的情况，那会想到那个森林，是那款游戏啊，要救儿子，结果大家后面都直接到处乱玩，根本没人要救儿子，没人想救。What the hell？なんだあれは。
三小，第五章。準備万端とは言えないが、绝不能回头。戻りはできない。啊，看一下，第五章。事件厅二楼搞定 BOSS 并成功启动机器后回到一楼，如上图右转大门就是这门出口。打赢 BOSS 之后，那我这边看一下第五章有什么。这是第十三章，突击步枪。第六章，狙击枪。第七章。第七章，第九章，哎，医疗包，有了有了。市政厅右方大路上，在这边。应该没问题，看一下，剪下去就跑了。剪。不过我通常习惯是要先拓荒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先把周围的地方都看清楚，确定没有危险，再去用。我不习惯日语发音。因为大家都听那个英语啊，所以我才用日语看看，来点不一样的。对啊，超喜欢，毕竟赞，可以带四个人。这是那个吗？魔神柱。超像的 FGO 里面的魔神柱，以前在玩 FGO 的时候的确被那个 BOSS 有一点震惊到。没东西，话说其实我还是不太了解，他这和乐镇的居民是在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和乐镇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嘛，所以他们是一开始就被送进来这个空间，然后就把这边当作家乡，然后生活着。因为我记得这是就是一个虚拟空间。它完全不像是沉默之丘一样，是两个空间叠在一起。
为了拿一把散弹枪。之前都超害怕的，敲个车然后就叮一叮一叮一，然后其他怪物都跑过来。我现在完全不用担心，我有斧头，我不怕。现在动了，恶战。好，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东西，靠近也不会有什么，靠近也没事。这整个超恶烂，不过这重点，这我记得用这一些出来的全部都不是鲁维克，加藤战争。啊，搞定，只能进去了，而且进去之后就不能出来了。记得刚那个塞巴斯丁有讲。那我要存档的话怎么办？里面这么不安全，我完全会不觉得说里面有存档。啊，那个艺术家。そこで待ってろ、クソったれ。够帅，够帅，够炫气，够炫气！用这么多下马威，炫炮了。太空战士九那个，啊呜，要打 BOSS 了！我去你的！难怪存档了。这次不然你杀了。斧头给你干。喂！啊！不要杀我！
哦，再一次，别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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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留了，烧完了，烧完了，烧完了，烧着烧着最快了。哎 ，BOSS 还可以啊，没有预想中的这么难啊，还行还行。多利用那个周边场景就行。不过这次 BOSS 在一代的时候就超麻烦的，散弹枪也用了很多，补充一下吧。烟雾啊，不对，他补烟雾给你干嘛？哎，打这一支烟雾根本没用啊，你又不能暗杀，能暗杀我就直接暗杀了。一次人砍一个吗？你要走后面，走吧，让我们到后面去，顺便看一下旁边应该有没有东西啊。这边刚刚也可以用欸，我还是不要随便去碰一下好了。欸，对对对对，可能经典模式就是要这样用，所以实际上弹药不需要打 BOSS， 反而不需要花太多弹药，但要是用在小兵上面就对了。刚晚上触发这个，然后就啾啾啾，然后汽油就有了，好像是这样。好像还有这个，可能有一些线去触发它，就会再流汽油，然后流汽油之后就可以继续烧了。那还我散弹枪子弹。这个也可以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那我刚刚还被他刷给两下。狙击枪子弹，哇！刚刚，等一下，如果遇到怪物再发射。又出刀。反正都这样了，
就浪费一下吧。话说还有这个方式哦。我在想说，还是其实是有其他 BOSS 使用。靠，没猜到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猜一下。先走另外一边。做多品质，可是一开始不是就要跟那只 BOSS 硬刚？闪电将军吧，东西还算多。喂，还出来啊，让我出去。现在子弹特多，现在我就是来浪费子弹的。
刚刚说可以走出去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啊，那我就先不做弹药，现在弹药太多，外面好像还有一些，没有咖啡。大丈夫だ。ハリソンだな。俺は化け物じゃない。お前は。安心しろ。オニールの指示で来た。生き残ったのは俺だけだと思ってた。俺はコアを探している。彼女はどこだ。ここにいるのか。2階に安定化装置が。安定化装置？そんなものはいい。俺はコアを探しに来たんだ。安定化装置を起動するんだ。環境を安定させてくれる。そうしないとユニオンが完全に崩壊してしまう。そうなったらコアなんて関係ない。起動しろ。奴の力を抑えられる。奴の力？あいつのことか。持っていけ。これを使って起動させるんだ。結果不是要从大门进去。チームメンバーがまた一人。もっと情報を聞き出せればよかった。心配するな、リリー。必ず見つけ出してやるからな。有人。空的。对啊，好像就这边。问一下，这里，二楼搞定，市政厅二楼搞定 BOSS， 并成功启动机器后，回到一楼。如上图，右转大门就是正门出口。在。那我先走这里。我说之前好像也听你讲过，厕所的墙壁最容易有那补品。不能开。行，红色宴会厅。一个木柜，跟好像不在这边。
他说二楼打完 BOSS，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。やつの手口だ。この近くにいる。那第五章结束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先到这边。毕竟我太三个月没玩了，忘记一件事，我没吃止晕药。回到一楼。沙发，先看一下沙发。啊，就这边，这边还没开，门都还没开。转角竟然没有那个东西隐藏道具。なんだこれは。随分古いカメラだな。何か意味があるはず。过来一定会直接给你那个回眸一笑。何も起きない。見落としがあるのか。而且赛博之鹰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照片？照理来说不是会直接不理他吗？然后继续去找。地图不管用啊。針は動いてるのに、振り子は止まっている。こんなこと誰が思いつくんだ。
主要就是说，就是那个摄影师史蒂芬诺。この事件覚えてるぞ。まだ未解決のはずだ。比如说血案的一定这个人干的。芸術を称えよ。いいだろう。お前に近づけるなら、いくらでも相手になってやる。回头。哦，他说欣赏这些艺术，所以我要把每一个艺术品都看过一遍。哦，看过代表亮。哦，被拍下来，然后那一定是塞巴斯汀的模样。是弟弟。我要からかってやがる。怕什么？散弹枪搞定。啊，又是那只 boss。反正有存档就代表说要打。这个 boss 还真不错哎，送这么好，侦察推理。またか。やつは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だ。哎，等一下。竟然藏在这边！不，不要往回走。这 boss 真的会震。
なんだこれは。被他干掉的。我觉得这些应该都被他干掉。可以砍吗？哎，好像可以。我感觉好像好坏啊。是不是可以全破坏？突然想到这件事。图文全攻略，游戏图文攻略，看一下。好像没有洗，不过我还是试试看吧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空的。我觉得我这样有点坏。算了，好像真的没东西。知道，好像大致上知道 BOSS 是谁，一代那个灯罩头，好像要躲避他的视线90秒。啊，麻烦呐、啊！不要玩这种躲猫猫了。枪子弹。これが例の装置か。就讨厌这种躲猫猫。承認が必要です。承認済みの端末を接続してください。端末？この通信機のこと。打完这个 boss 差不多。再起動を開始します。ずっと僕を探していたね。来てあげたよ。でも目的は僕じゃない。そう、あの少女だ。
傷つく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感觉他好像八神？仕方ないか。八神爷，年老，比较超苍老八神。彼女を求めてるのは君だけじゃない。何としても手に入れようとする人がいる。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報酬を用意してね。君にはそんな話だな。恐怖を君から感じる。美しい。だが未完成だ。僕はステファノ。君は僕の作品だ。腐ったり。哟，果然是这一次。装置の起動を阻んでいるのか。不是说要躲避他九十秒？哦，难怪。狙击枪爽了。搞定。哎，搞定。难怪外面这么多捕子弹。奴がリリーをここに置いていくわけがない。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？キッドに報告だな。クソ、
外なら受信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。话说你旁边这边都开了，你好歹用一个那个补给道具给我。好了，回到一楼的时候，那个雕像。不能看。不行，是。哎，站。剩下这边的，哎，感谢啊，感谢追随啊。那个现在是在玩《行路星二》，虽然我很常都会讲成那个最后生还者，我现在是玩梦魇难度了，所以会觉得说有点畏畏缩缩的，因为你可能出去一下子一阵子你就挂掉。去一楼大。有実験道具扱いしやがって、とんでもない連中だ。挙句、尻拭いのために俺を送り込むとは、胸クソ悪い冗談だよ、まったく。这里。对对对，就这边。我们到有存档的地方去存一下档，那就先到这边了。接下来我就把它破完。OK。这样算是搞定了吧。好，那么就多久了？2小时17分，有点久了。那就明天再继续来这个邪淫入侵二。刚刚又差点要讲在最后三次。好，那就明天再见了。那今天晚上的时光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《黄金城实况》，OK， 大家晚安，拜拜。